那天我不是同你们讲过吗？我们今天是把宗教的、哲学的、科学的，以中华文化来做基础，拿佛学、释迦牟尼的佛学来做经纬，配合起来了，把我们老祖宗这个所传下的法，对人类，我们要整个把人经操成一个人经的极乐净土，而且呢，就希望帮助人类来改变自然，增加人类的福祉，这是我们自己现实的我们自己的所要做的事情。所以我们每一个人所做的，真正你是不会中国传统，你会觉得你的任务是非常艰巨的，你就并叫你这一生就要做到了，不是说来生，你这一生不是为叫你这一生成佛，你这一生得到以后你还帮助人，现实的要帮助人类，也有很多事情。佛法就是落在生活里面，释迦牟尼佛在《金刚经》里面就呈现生活啊，佛法生活化的感觉啊。所以呢，我们每一个人一生当中最重要的是如何把我们的生命呢修到最高的层次。所谓最高的层次，就是你在生活当中就是表现的佛法。所以呢，你修行啊，道行到什么程度呢？你必须要有一个这个警觉啊，就是要了解你修到什么程度啊。就像释迦牟尼佛一样啊，我们祖师一样啊，我们祖师也老祖师呢啊，妙空祖师呢，他是不食人间烟火，啊，不食人间烟火，在深山里面只有负责禅法，但是呢，他跟人世间完全不接触的。而我们的圆道祖师呢，是在人世间落实佛法，讲经说法，告诉啊所有的众生，啊众生皆有佛性，把释迦牟尼佛所讲的佛性呢，再一次呈现上来。让在这个末法时期的众生能够更了解佛法的含义，所以我们祖师所传的法是整个宇宙救训你，要给你整个法界、整个宇宙，所以你花了少少的时间就能够得到整个宇宙，所以呢，这就是你修行的一个好处。如果你今天不修行，等到你死了以后，什么都没有。什么都没有得到，你没有证道了以后，你什么都没有了，你只有一个在这个地球上面很快消失而已，哦，这是一个很可怜的。所以呢，祖师所传的就是整个宇宙、整个法界都给我们了。所以呢，你要不要跟诸佛菩萨感应啊？你要不要进入到六道轮回去？那这个中间有一个很大的问题。是非常重要的，信解行证，信心解行相应，修行把你所信的、所知道的要完全相应，相应就是如理如法，理是一如，这个就是佛性中所创中的因缘，让所有法界众生能够了解佛性中是真正一个修行的一个宗派，也就是在告诉众生。佛性的重要性，不要因为在这个末法时期里面随波逐流而去轮回，是一个很可惜的。人生难得，佛法难闻，所以呢，我们佛圣宗所引导的、所开发出来的，让众生了解的这个佛性呢，是一个很大的关键。所以，我们祖师在这个末法时期里面来创这个宗。以科学的角度来说，啊，佛圣宗所创的啊这个生理功课呢，是一个人体生命科学；那心理功课呢，成佛；这就是活圣宗很殊胜的点。